下起了大雨，一直下到今天下午被淹过半。那么呢，在沿河岸有一些村庄，村庄里面有一些被困的百姓，今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的时候，with a team of people who have conceived.